么呀？头目，我在寻找猎物。你每天大鱼大肉的，身体会生病的了。来，健康的多蔬果。蔬果站，度假路上。散散散散散，头目头目，有人要来砍树的啦！哼，这些人真的很奇怪，把我们美丽的森林砍成只剩下树林，再把我们树林砍成只剩下树木。如果把树都砍光的啦，就会产生土石流的啦。到最后，没有了树木。只剩下头目，身为头目的我一定要挺身而出，走，我们一起来出头。哈，头目出头是不是犯法的啦？我不是说出草，我是说除草，打掉杂草，种小树苗。我们呐、要砍一棵树很容易，可是呢，这个小树长成大树却不容易的啦。我们更要绿化大地呢。走，我们一起来除草，除杂草，种树苗。臭豆腐、蚵仔、米线，听说吼今天有森林音乐季啦，啊我吼一定要来卖一下啦。啊人客啊，哦吼什么都有卖啦，我爱带一把刀，免洗餐具给你靠啦。看你是要用免洗杯、免洗碗，还是免洗餐盒啦？哦，应有尽有。老板的娘，你那些东西啊，很多是纸类制造的，要砍很多树的呢。是哦，前人砍树，后人凄凉的啦。还有那个塑胶袋，那个塑胶袋真的很奇怪，是个千年大妖怪。商人拿来卖、大家都依赖，那掩埋不会坏、破坏了生态，只好改用专用垃圾袋呀，垃圾袋，哦耶！嘿啊，现在吼、水袋征收，垃圾越多代价就越高啦。那就改用环保餐具的啦。那要用水洗，不是混浪费水。洗，我的洗米水、洗手水，二次再利用。洗洗拖把，擦一擦，浇浇菜呀、浇浇花。冲冲马桶哗啦啦，账单更省笑哈哈呀，笑哈哈，哦耶！原来如此哦，那我现在就去准备哈、哦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一定是不认识我们头目啊！什么头目？坏木头嘞！把完把了，有准备除草，除草啊！头目头目，进行路。我们啊，要进山也要进滩，你们那是铁旅馆，可以资源再利用的啦。现在啊，臭氧层也破一个大洞，你们啊还不珍惜啊？地球是真是塌坑一坑呢！啊，我听个塔卡巴拉一直回家吹冷气，玩电脑，每天吹冷气，我看到账单就生气。啊，每天玩电脑，收到账单都更烦恼，不如省电拔插头，账单省更多。小朋友快快来、快来省电拔插头，哦耶！哎，好像有道理啊，我赶快去拔插头。喂，你们住哪里啊？长颈鹿、桂花香、海角一号。哦，那住很近的啦。走路介
健康又环保，骑脚踏车刚刚好，节能减碳真正好，有空欢迎来除草。除草啊，我们还是决定减碳走走路了。哎呀！带来的是环保歌曲，希望你们的部落永远是好山好水好美丽。So, 现在要来做闪电教学、上大气象师的电脑就省一度电，手看声响师的电视要省一度电，手吹一响师的燃气再省一度电，每人每天节省一度电，一年就可省下两座火力发电厂的年发电量耶、So, 现在请到校园环保小天使一起来说唱环保。欢迎大家一起做环保，地球地球快抓狂！今天今天你要听我讲，做环保有一套，有一套。神仙把床头也很好，姐妹长短就会少，谁人在你又做得到？谁会账单也会少。虽然我是个平凡人，一样也要做环保，资源回收要做到，要做到，爱护地球会更好。大家一起做环保。